最主要是发完球之后有一个重心，有一个还原的动作，因为当对方出手前，你应该站在一个基本的站位上面，对每一个对方回球的落点进行这种相应的准备。一旦当对方出手之后，能够判断清楚了以后，知道是在正手位，这时候脚下就应该迅速的移动到正手位进行这种击球前的准备。等球到了我自己这一方球台的时候呢，就是顺势用腿腰跟手同时发力去击打这个来球。相对于侧身位正手位的发力不如侧身位这么好用上劲儿，一般因为侧身位我们的让位会相对比较开一些，腰的转动啊，包括身体的转动更加充分一些，所以说两者区别，一个是在于动作的结构上，包括步伐的移动上面都是有一定的区别吧，所以说正手位的这种拉球相对动作相对要小一些。当正手拉球进攻的时候，球速光快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旋转的质量。别人一般正手用的是狂飙3的胶皮，我用的是狂飙2。狂飙2的套胶相比较它的拉球力量更大，拉过去的球也比较贼，外国的选手一般不太适应。